兄弟们，咱们挑战一口气吃个十个狮子头啊！哎呦我去，全肉啊！嗯，这是自己做的，我去，好香啊！哎呀妈，真是真是，全肉老铁。嗯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嗯，酸得很，这个老汤老酸啊，这边。肉有点多，嗯，真香。哇，真多，真香！好饿，对吧？好，嗯，好，老婆饺，饭前一粒白芸豆。好完整啊，超级爱，最爱吃的一种海鲜。我们这老贵了，30块钱一斤。
完整啊，一定要完整出来，完整完整完整。哇，直播间吃，今天吃爆辣金针菇，巨香大牛排，男神点关注，女神点红心，爆辣金针菇。这是一口爆汁啊，太香太过瘾了，花干排骨，吃个大排骨啊！哎呀，红烧。哎呀，我去！你别这么小口，你这嘴排队就像这样似的。哎呦，我去，这大嘴。嗯。啊妈，闻的都，闻的就是红烧排骨的味道。哎呀妈！哎呀，刷干净啊！啊，一定要刷干净。好，哎呀，你嚼嚼再咽，你这噎毁了。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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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好。哎呀，哎对，哎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我去。老香了，闻着都香啊，家人们。哎呀，这骨头嚼嚼，待会儿啊，这个头能嚼，这一嚼老香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要会吃。哎，对，哎呀，非常棒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嚼嚼这，嚼嚼这，嚼嚼这，这，嚼嚼嚼嚼，嚼使劲，使劲，吸里边的骨髓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这嚼了，我真没嚼。哎呀，这个肚，好，这，哎呀，好嘞。特别好吃，哎呀，特别好吃，自己做，真香啊！哎呀，哎对，吸溜，
踢着踢着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这样是最香的。妈，这骨头说了，骨头，对对，骨头，这样这样，对对对，说了，哎，好嘞，哎呀，行 ，OK， 行，好，哎，好了，来下一个，哎呀妈，哎，里边炖了点玉米，玉米特别有肉味，切起来费劲，好，来个茄子，哎，蒜茄子，哎，慢点，一辣啊，辣心，蒜茄子辣心，哎呀，这茄子吃真过瘾，哎呀，好，开了，哎呀妈呀，好，再来一块，哎呀，我去，我也想吃一块啊，你别吃，你嘴不行。哎呀，你能不能留两块咱们吃点，行，留两块吧，太香了，咱们贼香的香。羊肠面，今天吃巨辣红烧牛，两个大鸡腿，一个炭烧，一个红烧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，先来个爆辣红烧牛杂大鲜蛋，
这也太香了吧。一个红烧大鸡腿，一个碳烤大鸡腿，感觉红烧好吃的话你给我扣个一，感觉碳烤好吃的话你给我扣个二。啊，先来一小口。一会儿再吃。来一口碳烤的，碳烧碳烤，再来一小口。外酥里嫩。这也太香了吧。真香啊。你在这儿呢，你开几级美颜？三级。你不能给我大点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就这样就行了。我吃饱快点来，你这吃东西呢，你还开美颜？你这一天天的录段子呢，开几级美颜？哎，真的是。好吧，来个辣酱虾煎吗？辣酱虾自己腌的，特别好吃。拍点就行呗，是吧？哎呀妈，又没人看你长得漂亮，长得好看，难看的，就吃的香就行了。他不是看他不看，我怕他们看见我恶心。哎，没事，吸溜，吸溜，对对，这个虾必须得吸溜起来。为啥呢？这虾就得吸溜才好吃。这是生香虾，家人们，咱自己做的，老铁。哎呀妈，那玩意儿嘎嘎香。对，虾脑给吸一下子。哎呀，虾脑吸一下子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虾脑，对，你那个皮你就得嗦了一下子。哎呀，你不嗦了皮都哪行啊？你嗦了皮啊？我不你吃我嗦了皮哪行？哎呀妈，真的是。我不嗦。嗦。你自己吃，你自己嗦了。你是合格的主播吧？没面子吧？你主播都嗦了皮呢。你让我吃一个还行。这玩意儿太辣了。辣，吃蒜。太辣了，我不敢吃，但是我还想尝试一下子，老李。哎呀，扣弹扣弹的吧。真的。这家人们，这虾扣弹扣弹的 ，Q 弹。哎呀，妈呀！蘸点多蘸点酱，对，多蘸点酱。哎呀妈，那柠檬你吃那玩意儿干啥？酸不溜鸡的。哎呀，你这人真的是，你吃点虾，虾吃虾，你才虾呢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真好吃，你给我留一个就行。我吃的过瘾不行吗？过瘾，你给我留一个就行，真的，留一个。这虾嘎嘎好吃，真的。你别吃了行吗？给我留一个行吗？为什么？就你行了，别吃了，就这个行了，哎呀妈，行了，哎呀，行了。灌汤包，白云洞有活动啊，正常发十盒，13、14、15号活动发12盒，来直播间还有惊喜。
韭菜鸡蛋加上木耳和粉条，其实我想买的是纯韭菜鸡蛋的。啤酒有点风干了，今天吃爆辣金菇，巨香牛蹄筋儿，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，爆辣金菇。哇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再来一小会儿，哎。
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来块小皮儿，哎，这玩意儿真带劲呐！哎，葱、胡椒。